我諗作為教職員會主席啦嚇，亦都喺城大教咗即係32年書啦。咁我對城大啊、城大學生咧係即係好有感受啦。咁我亦都希望今晚嚟到呢度，即係希望啲學生係安全。我諗教育嘅意義就係即係想教好啲學生。最重要的原則就是，作為老師，梗係要確保學生安全啦。大學係應該一個寧靜學嘢嘅地方啦，唔應該有衝突啊，唔應該有暴力啦。咁我始終作為一個老師咧，係睇住一班學生真係好似去戰場咁，係即係不值又好傷心。亦都令到我睇得到，即係大學特別係高層啦，即係對整件事件好似冇乜感受，冇乜感覺，咁好即係不仁咁，亦都即係令我諗得到，即係點解要辦教育，點解要辦教大學，即係點解要做高層？你而家身處現場啦，你有冇任何嘅防具喺度？冇啊，呢個都係啲同學俾嘅啫。